师傅，有没有钓到鱼啊？本来鱼都上来了，可你一喊呢，鱼都跑掉了。你看都跑掉了吗？我正在和他说话呢，你以为我睡觉？七公真的可以跟鱼讲话的吗？金哥哥，你饿不饿？我不饿，你呢？我也不饿。船上的东西恐怕五个人吃不够吧？当然不够了，昨天晚上你一个人就吃了一只兔子。你想干嘛？这点东西怎么会够五个人吃的？欧阳前辈，只要我们大家同舟共济，就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算了，静儿，你怎么还这么糊涂？他要害咱们的性命，你真以为他要省那点口粮吗？老毒物一生狂妄自大，咱们这次救了他，那就是他的恩人。只是他一定要把恩人杀了，这样他心里才能安稳。只怪我一时救人心切，忘了这一劫。七公，你知道就好。欧阳伯伯，你是怕靖哥哥他练完了九阴真经跟你作对吧？师傅，那九阴真经一定奥妙无穷吧？五二七六八关二平单，这是真经上的文字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莫非你知道？当然，你再听下面一句：混花叉叉，血根土巴巴，米尔米。小心啊！叔叔，船！师傅，静儿，前面有人！前面有人！前面有人！接着，抓住，抓好。叔叔，这就是大金国的六王爷啊，小王完颜。欧阳先生，请。
走眼欧阳先生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在下沙通天，这位是毕师弟侯通海，三头蛟千手人土鹏寨主，浪得虚名。这位是藏边来的林智上人，幸会幸会。这位是梁子翁，神仙老怪。大家都是朋友嘛。济公，济公。啊，小的梁子翁参见洪帮主，上次没福分见到您，敢问您老一向可好？老叫花倒霉了，风吹浪打任狗咬。还拜见什么？去，快给我弄点吃的来。欧阳先生有什么话尽管说，千万不要客气。这三个人狡猾得很，武功也还可以，要派人好好的看守。哎，这个臭小子，我来看着他。跟我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就会那么一招吗？我最近多学了几招，不行吗？你。学了多少了吧？哎呦！滚！起！飞！下去！哎，快游啊，快游啊！真好玩，真好玩啊！你快游啊！周大哥，周大哥！哎，兄弟！周大哥！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哎，你那个蓉儿呢？不要告诉他我在这儿啊！喂，老顽童，你说我什么？哎呀，你看，我就知道我的兄弟不听我的话了。周大哥，你还活着，你没死啊？哎呀，你好端端的死什么呀？哎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前面有条大鲸鱼，我追了一天一夜，哎，我要追鲸鱼去了啊！好，走。喂，周大哥，你不能走啊！这有好多人要欺负你兄弟，有这种事啊？哎呀，什么人这么大胆呢？敢欺负我老顽童的兄弟啊？老叫花，这种事情你都不管呐？有你在这管，我就清闲喽。金哥哥。哎，是你吗？看你也不敢。那是你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吓唬我。我说别人也不敢这么猖狂，啊！果然又是你老毒物啊！哎呀，趁着我老顽童不在，做这些不要脸的事情啊！现在我老顽童来了，神兵天降，你害怕了吧？啊，吓得要哭了吧？啊！一个人言而无信，坐在世上偷生，也让别人笑话。哎，没错。做人呐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胡来，但是说话放屁不可以胡来啊！要不然人家听见你发出的声音呢，本来是从上面传出来的，别人以为从下边传出来的，下边传出来的，别人以为从上边传出来的。哎，我在海上转悠好几天，就是要找你讨一个公道。哎，老叫花，哎，你这个证人现在怎么可以坐着呢？现在到了大快人心的时候了，你这样温吞吞、懒洋洋的，这不是坏我的兴致吗？老顽童，老毒物在海上遇难，是我师父不知道救了他几次，他反过来狼心狗肺害了我师父，还点了他的穴。老毒物害了老叫花，老顽童治了老毒物，今天可是有好戏看的。老顽童，没用的。没用，七杀鱼算什么本事？小孩的把戏。
要是有真本事，就把他的穴道解开。哎呀，解穴算什么本事啊？我要让你老毒物亲自给老叫花解穴，不光解穴，还要给他揉腿，还要你舔他的脚趾头，一个一个的舔。老毒物，我们是打过赌，可赌的什么内容，你可说得出来？除了姓郭的小子，还有小丫头，这里都是成名的英雄人物。我说出来，大家评评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欧阳先生，请说。这个齐鲨鱼的朋友，是全真派周伯通周老爷子，江湖人称老顽童，辈分不小，是丘处机、王楚一他们全真七子的师叔。哼，论功夫嘛，是老夫的头等劲敌。这位周兄在海上被鲨鱼所困，是兄弟我将他救了起来。我说鲨鱼何所惧，只需举手之劳就可以将他们尽数杀尽。周兄不信，我们就打了一个赌，这话对吧？哎，没错没错啊。哎，可我们赌了点什么呢？我若输了任你驱使，你若输了任我驱使，如果谁要不肯的话，就跳到海里喂鲨鱼，这话对吧？嗯，这话一点都没错。那么什么？那么就请你老毒跳到海里一泻天下吧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老顽童当初跳到海里的时候遇到一件巧事。什么巧事啊？哎，兄弟兄弟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。哦，这个木棒子你还认识吗？哦，这是欧阳克干的。没错，那又怎么样？哎呀，老杜啊，你真是个猪头啊，你这不是要输到姥姥家去了吗？啊，我们赌着呢，是要把所有的鲨鱼通通都杀死。这条鲨鱼呢，是托了你侄儿的福啊，吃不了毒鲨，吃不了毒鲨呢就死不了，死不了呢，哎，我老顽童就赢了。周大哥，周大哥，你还活着呀？这段时间我和蓉儿一直以为你死了呢。我怎么会死？小心啊，蓉儿！会死的，有了他，我好玩的要死啊！你从哪儿找到他的？是啊。我到了海上以后啊，我看见他在海面上叹气啊，好烦恼啊。他也会很烦恼的吗？哎呀，于是我就跳到他的身边。哎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他就不断的挣扎，我就蹬他，我狠狠的打他，打他。哎呦，你是我跳到鱼背上，哎呀，你快！他就咬啊咬啊咬啊，我就不甘示弱，我骑在他身上，我就踢呀踢呀，我踢呀踢呀踢呀！我好不容易才到海面上，可是没等我透两口气，这小子又到海里边去了。我就和老沙就这样玩到一起了。哎，我们一块抓鱼吃啊。喂，是你抓还是他抓呀？他追我抓，抓到鱼呀，我就给他一个黑死棒。然后就他一口，我一口，我一口，他一口。后来就遇到你们了。我在海里玩了这么多年，怎么没想到这个玩意儿？要讲玩，你们都得拜我为师。周大哥，周大哥，先别讲怎么玩了，我们还有正经事要做呢。正经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老杜认输的事儿。哼，哎，老杜，你认不认输啊？哼，输了怎么样？难道我会耍赖吗？嗯，不过我得好好想一想，让你干点什么好呢？喂喂，哼，那个呀。好，刚才你骂我放屁，那你就放个屁吧。那也没什么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难道还会有人笑话我不成？
周大哥。嗯。哎，老杜，你真的要放啊？这还有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在这里，你好意思放你那个白驼山的祖传臭屁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定让你放臭屁，是吧？我是自言自语，你那是毛遂自荐，得放且放，屁行不改，你毫无节制。老顽童，你玩够了吗？哎，好，好，我给你话说道道啊。哎，我让你过来，给老叫花，捶捶背，你解解穴，捶不好重捶，解不好重解。哎，本来嘛，是不是啊？人家老叫花的本事不在你之下，要不是你耍阴谋诡计，怎么能上得了他呢？老顽童这次倒是料事如神呐。等等，老顽童，老屠户要想趁机害我师父怎么办？不会了，我老顽童的眼睛里头不揉沙子，他要是那样的话，哎，把他那个宝贝侄子扔到海里去做虾兵蟹将。七兄，把手伸过来。这个家伙手法古怪，弄得我一身鸡皮疙瘩。走，老顽童，不跟他玩了，咱们走。哎，走。那个穿金衣服的那个，哎，说你呢。哎，过来。哎，把那个小船放下来啊，送我们走了啊。啊哈，小王完颜洪烈今日得见老英雄，实在是难得，还请老英雄多留些时日，小王也好多多讨教。哎，讨教就不用了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到海里教你扮乌龟啊！啊，来，走吧，走吧。你玩够了吧？今天算你运气好，这场赌你打赢了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哼！王爷啊，放下小船，让他们四个人走。这若在木筏之上，欧阳先生爱怎么就怎么，旁人岂敢多嘴？不过上了大船，恐怕还得听王爷吩咐啊。大和尚，看来你是跟我过不去了。不敢，小僧一向在藏边孤陋寡闻，今日倒是第一次听到欧阳先生的威名，与先生哪有什么梁子过节。哼，你既然说是第一次听到我的名字，就是看不起我，是不是？哼。哎，老杜找到出气筒了。看在王爷的面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可是凭你的本事想留住周伯通洪七公，你也配？哼，你孤陋寡闻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吃点亏是在所难免了。来吧，要完了，快，周伯通接着。大师，好了，你们闹够了吧？好了，放船。几位一路好走。风兄，下次你再给我捶腿，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。哎，周大哥，你自己去玩吧，快走了，我要和我兄弟走了。这是老杜的船，千万别过来啊！老杜，告辞了。老顽童，这次我老叫花多亏你呀。是啊，周大哥，这次我们大家都多亏了你了。蓉儿，你不谢谢我呀？蓉儿也是你叫的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让我跟靖哥哥好，我就记你一辈子仇。被女人记仇虽然不好玩，可总比被女人惦记好点。来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刚才被那个老儿胡闹了一场，先生不要见怪。上人，你也不要当真，
都看在小王的面子上，哼，就算和那个老儿戏耍了一场。来来来，大家握握手。来啊，白酒，为欧阳叔侄接风。令侄在下面有犬子看护，啊，也送了些酒菜下去。欧阳先生，就尽管放心吧。有劳有劳。听，听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啊。听见了吗？箫声。妖兄，风兄，可见小女吗？哦，令爱不见了。放心吧，令爱那么聪明，她不招惹别人，谁敢招惹她呀？这位前辈贵姓？有幸拜见。啊，我来给你们引荐一下，这位是桃花岛的岛主黄药师，这位是大金国的六王爷。还有其他这几位也是道上的朋友。我还赶着寻找小女，失陪了风兄。这位黄岛主来去匆匆啊。怎么，你看不惯吗？你不是要找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吗？大师，你可曾见到？见到了。什么时候？可惜呀，不是活的，是死的。什么？三天以前，我曾在海上见到一个小姑娘的浮尸，身穿白衫，头发束了一个金环，长得倒也挺标致。可惜全身都给海水泡肿了。你这话当真？嗯。那女孩的尸体旁边还有三个死人，一个是年轻后生，浓眉大眼。一个是老叫花子，背着个大酒葫芦；另一个是白须白发的老头。凤兄，姚兄，兄弟我坐船失事，今日刚到此安身。我与这几位兄弟也是今天刚刚相识的。这位大师说的浮尸，未必就是令爱吧？像令爱这样一个女孩，如果真是少年夭折的话，可真叫人遗憾之极啊！我侄儿听到此事，一定会伤痛欲绝啊。酒，人生几何？先后无绝，从而有期。康儿，父王，孩儿想拜这位欧阳伯伯为师。好，好。来，小王爷，何必多礼？啊，欧阳先生，小儿生性爱慕，只是未遇名师，若蒙先生不弃，肯与赐教，小王父子同感大恩。我的功夫一脉单传，绝无旁支，
我已经传给摄职了，怎么能再收徒弟呢？拜师不敢，要是让老夫指点几样功夫，那倒还可以，我们可以慢慢切磋。是，来日方长。其实这里都是高手，何必让老夫来献丑呢？啊，哎，请师兄啊，那个黄药师又是哭又是笑的，他唱的是什么呀？那是三国时候曹子建所做的诗。那曹子建死了女儿，做了两首哀词，不过是恨天恨地，恨白发人送黑发人罢了。哎呀，这小王爷学问真好，我们这些粗人哪懂得这些呀？什么高手，也是一骗就上当。可是如果他知道上了大师的当，恐怕大师今生今世也回不了故土了，连他的一个弃徒梅超风都让江湖变了色。大师，你没有听说过吗？不过现在还用不着大师你担心，黄老邪的性子最爱迁怒于他人，他既然认定郭靖已经死了，一定会迁怒他的师父江南七怪。江湖不见黄老邪的辣手已经是十几年的事了。上岸了，终于上岸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行！哎呀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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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事啊？我忘了钓一条鲨鱼回来了。金哥哥，你别理他，你要钓鲨鱼，你又没鱼饵，别闹了。是啊，哎，兄弟，这样吧，好不好？我把你，我把你放到海里头，只放一半身子到海里头，这样就行了。这是干什么？金哥哥，你别理他，他要把你当饵钓鲨鱼。你别胡闹了，你到那边去。哎，好好兄弟，这样吧，你把我放在海里头一边钓鲨鱼，好不好？周大哥，你别闹了，好不好？老顽童，你别闹了，你看师傅都伤成这样了。师傅，你好些了吗？哎呀，老叫花，你什么时候受伤不好啊？非得这个时候受伤？你被谁打伤不好啊？哎，叫那个老杜给打伤，没出息。你再找我们三天三夜就不理你了。对，我也不理你了啊！谁想死啊？我还想多活100年呢。这早晚得死啊！不会的。不过，我说我还有个心愿呢，孩子们，现在我还有一口气儿，你们得帮我把这个心愿实现了吧？哦，师傅，请说。说吧，师傅。哎呀，那个老毒物啊，我向来看他就不顺眼。我师兄啊，临死的时候在他面前还得装死一次。哎，你们想啊，一个人要死两次，很不开心的。哎，老句话，你就死吧。周大哥，顽童，你死以后，我就去找那个老杜，我把他打死，给你报仇。你别再胡说八道了，好不好？没事，老顽童，没事。报仇啊，不是我的心愿。哎呀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想吃一桌丰盛的菜肴。啊，师傅，那这个太简单了。我们现在离临安城不远，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之后，你想吃什么，蓉儿就给你做。我去给你买。哎，我也要吃。你又知道什么好吃不好吃啊？对啊，是啊，你们不知道啊。我要吃的是鸳鸯五珍烩，那是御厨做的，那个不是太容易的。当年我在皇宫里边躲了3个月才吃了2回，现在想起来还垂涎欲滴呢。御厨做的呀？嗯。哎，我有一个主意啊。啊，你说。我们啊，就去皇宫，把皇帝老儿那个厨子给他抓出来，让他给你做不就行了？这主意还不错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个御厨做的鸳鸯五珍烩啊，所有用的家伙都是特制的，全套家伙繁杂至极，少一件的话吃起来味道就差一分呢。所以我看，咱们还是到皇宫去吃吧。好吧，皇宫去吃。哎呀，去皇宫啊！对，好好，去皇宫，去皇宫啊！好，哎，去皇宫，哎，去皇宫，去皇宫，哎，去找皇帝老儿，省得他闷得慌。
七公，慢点。七公，你看前面还有被大火烧过的痕迹呢。嗯，老顽童。哎。嗯，你不是说临安五步一茶坊，十步一酒楼吗？也真难得你能找到这个地方啊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啊。哎，我们吃饭去吧。啊，兄弟，我们吃饭去啊。好。吃饭喽。哎，我们吃饭呢，有没有人呢？哎，我们要喝酒啊。七公，先坐这儿吧。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这儿怎么吃饭啊？这怎么不能吃饭呢？这是饭店呢。可是这儿不像有人住的地方啊。哎，我们要吃饭呢。哎，有没有人呢？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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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饭吃？没有饭吃。嗯，有没有酒喝？没酒喝。这个人呢，吃饭呢，喝酒啊，喝来带供一样啊，明不明白？不知道。嘿，这是傻姑娘吗？我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傻姑的？我就知道你是个傻姑娘吧。你傻傻兄弟，这个傻姑娘跟你倒像一家子啊！来来来来，傻兄弟，一家人。我去找点吃的去。找吃的去啊。你就一个人啊？哦，我就一个人。你娘呢？娘死了，死了。那你爹爹呢？金哥哥，师傅安顿好了。我让他老人家先休息了。别问了，我们还是先做饭吧。好啊。他这儿的碗筷都特别脏，你拿去洗一下。嗯。怎么了？这只碗拿不起来呀。啊，这只碗好像是铁的呀。是不是铁的？靖哥哥，你用那么大的力气，这个碗都拿不起来，除非这个柜子也是铁做的。铁铸的。你把这个碗左右转一下。对，转一下。好。蓉儿，好臭啊！是死人味啊！靖哥哥，我们要小心一点，这个店多半是个黑店。黑店？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蓉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这个功夫好像是桃花岛的功夫。桃花岛？不过像是偷学的。蓉儿。说这可能是家黑店，咱们还是先别进去吧。哎呀，什么呀，周大哥，周大哥。功夫是谁教的？师傅是谁啊？你刚才为什么打我？蓉儿，
你要是不说呢，我就杀了你。你杀了我，我也杀了你。啊，上当了，不好玩啊！周大哥，不好玩！周大哥，里边有什么？是啊。啊。里边有好玩的东西啊，非常非常的好玩。快进去看看去吧。哎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这个人肯定是要开铁箱，从后面让人一剑刺死的。嗯，你看，蓉儿，那我看这个人一定是被人用掌力给震死的，他的肋骨全断了。嗯，看来他们两个人好像是分赃不均。那个开铁箱的用内力给他一掌，以为他死了，可是他没死透，从背后给了他一剑。有道理。我看一定就是这么回事了。不对。嗯，你说傻姑的那套拳法是从哪儿学的？他和他们俩又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俩死在这儿又那么久了，为什么没人管？这个，我看不如去问傻姑吧。哎，靖哥哥。嗯，不用了，外面那个姑娘肯定是真傻，还不如我们俩自己在这儿猜谜呢。好啊。我觉得谜底肯定在那个铁箱里。我看不用猜了，你说是就一定是了。青刺武功大夫中州防御使御前使带玉器机械石延明。我说我猜错了。猜错了？这么大的官怎么会到这个黑店来跟人分赃呢？要这样的话岂不天下大乱了吗？那蓉儿，他是多大的官儿啊？跟你哲别师父一样啊，皇帝旁边的亲随。是吗？有什么不对吗？我觉得他看着我，好像要对我说什么。靖哥哥，我不是害怕。我觉得这个人跟桃花岛有很大的关系。桃花岛？嗯。蓉儿，你看，这个不是铁八卦吗？我在归音庄也见过的。铁八卦是桃花岛的兵器。我想我猜出来了，你去看看他的腿骨。哦。他的两条腿都被人打折了。这就对了，他肯定是我曲凌风曲师哥。我爹说，六个徒弟里边他武功最好，爹也最喜欢他。没想到，哎，蓉儿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把你们吓得连滚带爬了吧！周大哥，你别老开这种玩笑了。你兴趣对不对？认识这个吗？爹，欧阳伯伯来了，请进。欧阳先生，快快请进。小王恭候多时了，先生一路劳顿，刚刚安歇，小王就来相扰，实属无礼啊。我侄儿伤势不轻，有什么话就快说吧。啊，好叫先生得知，我已经派人看护欧阳公子，请先生就不必费心了。你以为那个歌姬舞女能照顾我侄儿吗？眼下这里再无外人，我想让先生知道，我完颜洪烈在金国也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现在我大金国的千军万马南击大宋，北击大漠，立马吴山也是指日可待之事。想要我做什么？
快说吧。我想求先生将犬子收归门下。欧阳伯伯，这话我已经说过，本门是一线单传，我不想破这个规矩，我也不能破这个规矩。我侄儿有伤，我要去照顾他，失陪了。哎，欧阳先生。康儿，一个江湖人而已，值得这样吗？值。沙通天那帮废物管什么用啊？如果他能收孩儿，孩儿能帮你，爹何至于被人追杀呀？爹心中大计如何实现？那只能靠你我自己。可惜有那半死不活的欧阳克在，他便永远不会收我。真情真美，真如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。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从此相依相随，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尘作白纸，写上无怨无悔。有没有伤悲，无论怎